好，我们是悠悠兄弟，又又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宝，我迪哥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订阅起来，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。还有今天要干什么？一样是我们高手在民间，高手在民间系列。今天要唱什么歌？今天萧敬腾出现了。哦，不是蝴蝶蝴蝶生着，好不好？今天是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，没错，好不好？那我不免其俗，不免觉得寂寥，我也是要秀一下。你确定？好不好，你觉得大家想听吗？看不哦，没有，不是这样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稍微剪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是我的小，这样太靠太近了，会爆麦。对对对，好，算了，就这样。今天开场就是这么来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烂起来。对，我们来看看这首这么高难度，我们这个萧敬腾的这么那种撕裂音的这个歌曲，有没有办法让东西的所有帅哥们把它诠释的不错？Let's go。多一点新鲜烟，我把每个全都染黑，铺满在你的窗沿。刚才听到这位阿生唱的歌，热情奔放，创意无限，哆哆西哆西嗦拉咪咪嗦拉瑞西。再一点时间，我要把你刺在我的心弦，陪我直到永远。今天每一天守护每一夜，不言不悔为你奉献我仅有的一切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是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。